报告，进。不是王艳兰，你怎么那么单纯啊？你连那个人长什么样你都不知道，你就犯花痴犯成这样，你也太那个什么了吧？我也不能以貌取人，那万一有惊喜呢？万一就是我喜欢的类型呢？万一他是个大帅哥，那不就陪我？叶教授，真真。那老吴他现在是提老吴的时候吗？我们平娃不是一线作战优先的吗？这次什么情况？这世界很酷。